在骑楼休息的话，我们是觉得是无所谓的，就是大家行个方便。但是他后来跑到我们比较私人的半开放空间里面，我们觉得很不舒服。比如说把冰柜的门打开，在那边当冷气吹，然后甚至后面直接跑到冰柜里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